嗨，我们现在在田中的韭菜花这边，然后从田中的就是茅村对面的巷子进来，然后就可以看到漂亮的九月雪韭菜花，是很美啊。看韭菜花真的是超美的一个作物哎，不止可以吃，然后还可以就是拿来当观赏植物，非常的漂亮哦。而且其实这边的韭菜花田其实没有很大，然后可是我觉得拍照已经很足够了。九月雪就是那么的美丽，漂亮的韭菜花田绵延过去。我觉得台湾真的是真的超美的，不管什么植物啊，都超级超级漂亮的。